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荷包蛋煮鱼。这是小白鲳，咱们先来切个井字刀，两面改刀，下刀不要太深哦。小白鲳一般以冻品为主，再备点姜、蒜、萝卜干、蒜苗、干辣椒、鸡蛋，把锅烧热，下油，下小白鲳，中火先煎至底部定型，再来一个大方锅，煎至两面微黄即可。另外再煎两个荷包蛋，煎好之后先倒出来备用。第三次起锅，少油，下姜、蒜、干辣椒、萝卜干、点香，加水、白糖、鸡粉、胡椒粉、酱油，少许的老抽，下小白鲳、荷包蛋，拿来锅盖悄悄盖上去，中火煮四分钟，起锅，下蒜苗、红椒块、葱油，留少许汤汁，起锅，装盘。做得不好，仅供参考。抖音。